在 YouTube 里面就找到他最后的演唱会唱这首歌的片段，刘培基为他设计这个婚丧是非常之美丽，他所讲一番说话也是非常之怎么说令人心伤，因为他只不过一个普通的女儿，希望一生有个伴侣可以陪伴他到最后一日，但是这个心愿始终都是无法实现，因为如所有人所说他是嫁了给他的舞台，你说是不是一件遗憾事呢？由小到大他都是生活在一个舞台上。总短暂未终。